实力歌手随口一句清唱能有多惊艳？当大巴车里突然响起《灯火里的中国》，周深忍不住跟唱，仅凭一个阿字就征服全场，好高啊！哦，就是说，幸好内娱只有一个周深，要不然多少调音师得下岗呀。小朋友现场点歌光亮，明明临场发挥，开口却成了封神现场。我想李佳薇现场教学煎熬，坐着一闭眼，高音直接听呆全场。佳薇老师，请说。我们能听你唱《煎熬》，煎熬。你们今天不是在问共鸣的事情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可以，可以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，每一秒。全程没有站起来，就坐在这儿就唱了。粉丝点歌《浪漫血液》，林俊杰张口就来，果然有提词器的 JJ 是无敌的。浪漫血液专辑的新歌很棒哎，去年新专辑的新歌。无论在旧还是老记，无论在远还是关心，凡是爱过就都烙印在记忆。用失眠去反省，爱已变成泪的轨迹。不能为难自己，相信依然激发自己。哦哦哦哦，尖叫！什么叫做实力派？太可怕了！张碧晨当着原唱的面清唱《画心》，明明没有伴奏，开口就惊艳全场。爱着你像心跳能触摸，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，记着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，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。张姐微博之夜被迫清唱《我们都一样》，开口就让旁边的主持人沦陷。努力的往前飞，再累也无所谓，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，分享你我的力量，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